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。我是徐李雪香。以前嘛吼，那个先生吼较无责任，放个我来做伊处理。唔过迄个时阵，我囡仔阁细汉，还阁爱负起着全部家庭的责任，所以我爱阁比别人较拍拼。吼，迄个时阵吼，我嘛是个做啥，有时啊做到足暗。所以我唔是足有钱啊，我会靠俭俭俭俭，啊来俭来布施。以前吼是趁钱爱栽培囡仔啦，啊唔过即摆囡仔拢大汉啦，有固定的头路甲收入，啊我就是讲，啊若要留金钱互囡仔，我不如留得互子孙，所以我就甲即摆趁来钱吼，啊就起来布施，我甲女儿讲讲。赚钱是我的兴趣啦，布施是我的快乐啊！在迄个95年的时候，我就等于花莲，我就进第一个龙洞。在迄个100年的时阵吼，因为我感恩讲，阮大儿子带我等于花莲的，所以我就用伊的名字吼，搁捐第二个龙洞。当初因为我是看大二胎，大诶，迄个一年他等于花莲，那大家要咱组一个大家庭。所以我就在这个106年的今年吼，我就搁捐第三个龙洞给咱大爱台啊。咱按这个大爱的大爱清流吼，继续搁洗全球，去影响到更加较侪人。感恩。听到这赚钱是兴趣，这就是很有福啊！再怎么样的辛苦，有兴趣可以赚钱，已经呢非常难得。那布施是他的快乐，这是有智慧的人。赚钱到底要从啥去呢？起在人间，用在社会，帮助人群，这就是造福人间。也是呢，增长智慧。我在台南，也是听到了上台分享啊，有一位龙董，也是呢一家多位的龙董很付出了。他说，还没有接触慈济之前，只是呢，干那一个兴趣就是赚钱，拼命地咧赚钱。接触到了慈济，突然间醒悟了，自问自己：我赚钱这么的辛苦，而且到底我是要赚来呢，是积财善，要积财产呢，或者是要积遗产？我到底是要积财善？也是要积微善呢，但是我这世人并无得到快乐，朋友之间无有一个真心的朋友，对家庭呢，家庭多怨叹，所以啊，他接触到慈济，突然间他想通了，我应该家己赚钱，我应该呢爱家己。用在人间，起在人间，用在社会。从此开始，这么多年来了，转变人生的方向。所以这个时阵，伊讲吼，人生啊，家己现在会要想要做啥嘢，赶紧做，分分机行。起在人间，用在社会，尽忠家己的慧命，结好人缘，尽忠家己智慧的性命。因为一入人群啦，爱看的代志呢，真的看多了。所以那一天呐，听到讲吼，伊的事业做个真好，加载哦。这十几年来了，
他转变他的人生观，他说走入瓷器改变人生，那这福缘啊，心中慧命。是啊，见人间的福缘，人间苦难偏多。佛陀来人间啊，就是为一大事因缘。这一大事因缘呢，是因为人间疾苦，所以佛陀去修行，就是要救把人间的心灵啊，如何打开心灵的烦恼无明，要启动人人爱心，这种爱的付出，咱人人点点滴滴，无影响咱的生活。咱伫四月间伫高雄有举办过心莲音乐会，这就是要国际救灾，也是要救济呢人祸的，吼、哦、那样的逃难的难民，啊嘛要救济呢多一个所在有大灾难，这拢是叫做国际救灾。咱今年的四月，迄、那个音乐会办得很感动，大家人的付出，咱起码已经看到，看到难民，咱也该帮助啦，继续伫咧帮助难民。那受灾难的国家，咱也去付出啦。而且咱的付出呢，因永远拢会记哩。各位菩萨，就是咱用爱啦，点滴付出呢，对咱是造福，为台湾积福啦。呀，有形的物资帮助因在困难中，咱期待因会当早日恢复因的生机。我们真期待哈，讲不完的感动事啦！希望各位，恁电视台，伫恁家是不是高好呢？那就是大爱电视台，请恁呢，安尼拍开第九台大爱电视，看看大爱的节目，尤其是新闻，一定爱看，咱付出的。点滴啦，是为天下是安怎做代志？恁爱知有知，那就是等于咱去做，这就是功德，这叫做智慧的生命，点滴落实人间。荣总，无相无私，勤恳大无边，持经勇猛。真是很感动啊，荣董是集合我们社会各行各业的菩萨，还有呢慈景是社会保姆，那医网医疗那就是守护生命的菩萨，这一宵慈景都是守护社会平安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的社会啊，都在各行各业尽心力守护我们的人间呐。而且，社会平安就是家庭的平安，家庭的平安，人人的幸福。
但愿这一念的福啦，我们呢要面向的整个天下之间去付出，造福天下，福会归于人人的增长慧命。感恩大家爱的能量的付出，新年祝福大家爱的点滴啦，汇聚起来，那就是人间大福慧。祝福新年事事如意，家家平安，日日吉祥。感恩。